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哦，谢谢你们。Hello，Hello， 我是慕尼。那今天这部影片，我们来介绍我们前面这个星星要怎么得到，以及它的条件是什么。那还有后面这个勾勾到底怎么来的呢？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东西的话，那你一定要把今天这部影片看完哦。好，那我们要直接开始了。那我们先从我们前面这个星星开始讲。那这个星星总共有分四种：青铜、银牌还有金牌的，好不好？总共有这三种的星星。那再来第四种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蓝色然后会闪的七角星。好，那我们先来讲最一开始的这个青铜星星吧。它的条件是你在开启我们的家庭派对的时候有达到10000星星以上，那我们的系统呢，它就会配发给你这个前面名字的这个星星，以及呢我们左边这个家具，好不好？那这个家具是什么呢？它就是家庭派对青铜奖牌，然后它是纪念品，然后它的家具空间是一。那这个就是我们青铜的星星的获取方式，然后以及会得到的东西哦。好，那再来，你如果达到10000，也就是 100K 的星星数的时候，那我们的系统会把你的原本的青铜星星给它升级变成白银的星星。那白银的星星的系统呢，它就会派给你一个这个白银奖牌，然后一样会把你的星星升级。那这个就是我们10000的时候白银星星得到的方式。那再来呢是50000，就会得到一个金色的星星。那一样它也会给你一个奖励品纪念品在这边。那因为慕尼还没有得到，所以我没办法发给大家看，那大家只能稍微做想象。好，那这就是第三种金牌的星星是怎么样得到，然后它的条件啊是怎样。那这是第三种。那再来呢，第四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它是要达到100万，也就是 1M， 好不好？我们刚刚前面的是 500K 50万，那再来 1M 呢就是100万。当你达到100万星星数以上的时候呢，官方就会把你原本的金牌星星给它变成一个非常特别会闪的蓝色七角星。那图片的话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对，大概就是长这样。好，那这就是我们前面名字四种符号的获取方式哦。好，那再来呢，慕尼要讲一个最近非常多人在问慕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慕尼，你后面这个勾勾，蓝色勾勾打勾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得到的呢？好，那这个东西就是官方特别做给与天天玩乐园有变成合作伙伴的一个勋章，方便大家不要认错人，好不好？所以这个勾勾是非常稀有，那你要得到它的话，首先你必须要先成为天天玩乐园的官方合作伙伴。那你因为一定会问说，那慕尼要怎么样成为官方合作伙伴？好，我这里虽然我已经做过官方合作伙伴的影片，资讯卡我放在右上角，然后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看。那如果你已经看过那个影片之后你还是有疑问，那没关系，慕尼在这边非常简短的介绍你要怎么样加入天天合作的伙伴。点这个手机，然后点这个天天 TV， 左上角就有一个申请合作伙伴。好，那重点来咯，这个只是申请合作伙伴。那如果你想知道说申请合作伙伴大概的条件是什么，那你一定要点现在右上角的这个资讯卡去把那部影片看完，你就会大概了解说当你怎么样才有可能成为天天玩乐园的合作伙伴。好，只要你成为合作伙伴之后呢，官方就会发给你这个蓝色的勾勾，好不好？你在开派对啊，以及在游戏中，你后面就是会有这个蓝色勾勾。有没有很像我们一般看的 IG， 还有一些 YouTube， 好不好 ？FB 后面会有个打勾，就是方便大家不要认错人。好的，那今天的这个介绍的这个勋章，还有后面这个勾勾，慕尼已经把四种都告诉大家了。希望呢，你们对于这个新的系统、新的勋章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哦。那这部影片已经要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慕尼这样的介绍，让你知道这样的知识，你觉得很棒的话，你可以帮这部影片点一个喜欢。那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